有鸡翅，有很多的鸡。你想吃到，你想吃哈？还没可以吃。有很多鸡翅。嗯，你要说要回来。啊？不一定，等一下，你想吃喽？嗯。有很多很多鸡。还没可以吃。啊，你两个吃了，吃饱一点啊。嗯。挂了。妈妈，妈，你们晚一点回来就叫我们吃。你也等下晚一点回来啊。嗯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家又杀小母鸡吃了。这个已经叫了20来分钟了，因为它火开的很小了，可以关吗？好，现在大锅里面炒一个白菜，这个比较肥的先下去。加一点盐，放进去。这个剁了一下。豆腐，豆腐很少，就买1块钱。今天这边有2只小母鸡，那2只呢？嗯，因为它很小，杀了2只了。香，香哈，随便吃的很香，不要不要吃，我们吃，多吃一点哈。这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